它是一种灵魂的解放，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我每天都需要这种快乐荷尔蒙 ，Happy Hormones， you know。在2099年，很偶然的一群海伦者随着摇滚的音乐经过我家，那时候我想，哼，好棒呀，海伦 party。我儿子那时得了精神抑郁症，所以我是想要他跟我一起去玩，快乐点，但是他不肯，也不愿意来，所以然后我就自己去学，一学就10年了。2011年是那年我的儿子自杀了，那时候我非常伤心，但是我也认同这是毕竟不难改变的，很难改变的情况，所以这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，要向前走。这是哥本哈根半马拉松，我第一面宣讲。这是死海到红海的宣讲。我们轮滑队很多节目，尤其是 Halloween 录影带做的。来一下。Christmas tree， 自娱自。我根本不是想做律师的，我小时候是要做一个服装设计，但是没机会。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website? I trust you because you're good. This goes into film about me. Oh, okay, perfect. Okay. And you can tell me too. 1, 2, 3, 4, 5, 6. Okay, 7 is a good number. Yeah. Yeah.我现在还是有抑郁症，精神衰弱的青年人，我是好像他们的母亲，有时候开解他们。海伦已经是我的最爱，他们给了我新的意愿、新的希望、新的朋友，他叫我怎么样去克服生活的挑战。很多人说我看不出是65岁，我是说我永远不认自己的岁数，我的岁数是永远是我的鞋子的岁数，34岁，我永远是34岁。谁说我老？